好，明天我们家那叫什么打黑就行了，没法签人民币啊，他那材料不一样，就是那不好弄，打起来那四个都可以压下去了，没有困了，还放弃呢？你这么大事情就放弃了吗？他说一定过一时间了，我感觉。没有，没有下过。你要这时候放弃了，你好像放弃了。那你就是干啥的了？啊，我在外头，外头农村的吧？农村呗，主要是在外头嘛。外头你快不行了。那有我一听到有人开始了，那可不行。我之前这不有大型的吗？那么大吗？怎么好看怎么大就行。那好看怎么大？我这个大光，我这个不像我这样的。它是光线还是啥？跳可以。打完了，在那边。